Hello， 大家好，今天的话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在我们这种滑雪圣地雪地里去拍出比较高质量的视频。OK， 那我现在人在北大湖，没有错，你们可能觉得我在深山里，但是其实我在北大湖。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会主要针对几个大家在拍摄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在雪地拍摄最常遇到的问题，然后我来去给大家详细的去做讲解，去教大家如何拍出比较高质量的视频 Vlog。OK， 首先呢，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是曝光。很多人在雪地拍摄的时候会用错曝光值。对，我们摄影的话有一个规律叫做白加黑减，不外乎呢就是遇到白色你曝光可以调高一点，遇到黑色的话你曝光值可以降低一点。那我相信很多人在拍摄 Vlog 的时候会把曝光值设定在零的位置。但是呢，其实雪啊，对相机来说是比较亮的东西，所以它把它设置在零的时候，你的雪就会看起来脏脏的。OK， 这个大家要记得。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去提高一点曝光值，让你的雪看起来更雪白一点，但也不要提太高，提太高会有过曝的几率，大家要去注意一下。那大家记得要看准画面，千万别让画面过曝了。有时候调太高就过曝了，结果画面就拉不回来了。记得在雪地拍摄的话，其实是多少有点难度，但也不难。对 ，OK， 所以我们尽可能可以了解这个白加黑减。Yeah， 嘟嘟嘟嘟，嗯 ，OK， 好，那再来第二个呢是白平衡的设置。我们通常在这种滑雪的地方，你的白平衡要怎么样去设置？因为其实雪啊是很白的东西，相机的话就有足够多的参考。白色的参考去判定白平衡，那我建议各位白平衡用自动就可以了，真的。但是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在日落的时候，我通常色温会把它固定在4500K 到5500K 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调成自动白平衡的话，它那个日落就没有那么美丽了，就没有那么暖红暖红的感觉了。哇，雪真好玩，耶、yeah!哇，你们看这棵树被光这样照亮，是不是很好看？来，我先把手机放着。那最后一个技巧呢，是开大光圈，因为开大光圈，你的画面会比较虚化，人拍起来会比较唯美一点。但是很多时候，无奈现场环境的光线实在是太强太亮了，你很难开大光圈。那我们通常会怎么做？减光镜。没有错，就用减光镜，我非常非常多个。然后呢，这个都是我自己买的，一个是 Peter McCann 的，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非常非常贵这个。然后我给各位找到一个平替，就是这个卡色的减光镜，一样是2-5档的可调减光镜，而且它是磁吸盖子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减光镜怎么办？我上次发现了一个 tips， 上次我发现了一个 hack， 就是用你的雪镜，用你的雪镜去挡在你的镜头前面，也可以做到减光镜的效果。但是呢，那个无奈只能固定机位的时候去做拍摄。如果你要拍移动画面的话，你用减光镜有时候画面会穿帮啊，或者是不好看，所以你真的会需要一个这种直接接在镜头上的这种减光镜。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找这种可调减光镜，就是可以旋转去调整它的减光档数，通常是2-5档。对，我两个买的都是2-5档。OK， 但我建议啊，大家可以买这个卡色的这一款减光镜，这一款只要500块而已。然后我之前以前买的这个 Peter McCann Pro Pro 的这个呢，要2200，有没有错？非常非常贵。所以我建议各位买平替的，因为拍摄起来的结果几乎是一样的。人类反祖现象。OK， 那最后的话，大家可能会说，我又不带相机去滑雪，太麻烦了吧？我最多用个运动相机。OK， 那运动相机的话，我会推荐大家用 GoPro 10。OK， 不是广告，真的不是广告，因为我上次用 GoPro 时，我发现它的颜色实在是太好看了，真的。上一期视频松花湖的那条 Vlog 几乎都是 GoPro 时去拍出来的，它画面真的非常好看，而且我 GoPro 时也装了 ND 的滤镜 ，ND 的减光镜。OK， 大家记得减光镜很重要，减光镜可以让你的画面变得更好看一些，在这种很强光的环境下。好，那其实 GoPro 装上减光镜之后，你可能需要再去设置一下参数。然后我把参数现在放出来，好吧？现在会有这个参数的画面，大家就按照这个参数画面去做设置，你拍摄出来的画面就会非常非常好看了。OK， 好啦，那今天视频就到这咯。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帮我点赞、关注、分享一下，因为现在才
20度不到，-20度哦，现在大概-15度左右。哦，我的天哪，拍摄不易，记得帮我点赞、关注、分享一下，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哇、哦、哇，狂流鼻涕，太冷啦，真是雪太好玩了吧？你看这个粉雪，呜呼，呜，哈哈 ，peace out， bye。